Hello， 大家好。龙珠呢只 game 咧出咗咧九年啦。咁而家咧英国嘅时间啊，晏昼一点钟已经出咗铺咧好几个小时噶啦。因为寻晚咧去咗人哋屋企玩，所以咧就瞓晏咗。咁已经而家3:91，应该系出咗九个钟啊。好，咁啊，今次咧出咗两张新嘅 LR 啦。咁呢个咧系属于 Part One 嘅，咁如无意外咧，根据往年嘅周年系会有 Part Two 嘅。咁今次咧佢系分咗上下两个铺啦，上边呢个铺咧系红币嚟嘅，咁啊将新嘅铺落嚟啦。咁老实讲咧，只 game 我已经去到每一日纯粹系强迫症开 game 清体嘅情况，好多关咧其实都未打嘅。咁今次嘅柱咧，上面系会有蓝面啦，同埋呢一张双人啦，咁旧少少就有古拉啦，呢一张七周年、六周年、五周年，系啦，咁啊之前嘅周年卡啦，咁下边个铺咧就系掣嚟嘅，咁所以咧唔肯定佢会唔会之后嘅掣咧都会好快就会可以做翻柱。咁亦都柱会有之前出嘅杜拉啦、吴范仔、古拉呢张彩咗嘅三人组，呢张啱啱可以度坑嘅极限啦，诶呢张未持有嘅悟空啦，咁啊冇啦。咁其余嘅柱咧，应该喺之后会出翻嘅。咁今次嘅券咧，亦都系可以抽限或者抽制嘅。咁我亦都唔会咁早抽住，之后等佢储多啲先一次过抽。咁今次咧，上下睇下各抽两个3+1，睇下咩料子。咁科咧，基本上就冇科一段时间嘅，净系科月卡嘅啫。连月卡咧，而家其实都唔系好想科啊。咁但系呢两张卡咧，的而且确系好有型、好吸引嘅。我嚟睇下抽几个3+1，诶系啦。抽几个3+1，会唔会中得到其中一只？因为今次咧亦都会有新嘅抽卡特效，睇下会唔会咁好彩可以睇得到啦。咁啊，第一下有无限加18号合体，咦？有呢个新嘅特效就系融合，变咗格比达嘅超一版。咁啊，中咗张又系你呢张彩咗唔知几多次嘅技术被铺落，呢张嘢见到都惊。哇！人影都冇只。改字咁隔咗几个钟咧，已经变咗平台一啦。咁亦都送咗几十石。咦，中咗张唔系限嘅新金飞，黐乸线！啲记比股系咩料？好。哇，都系人影都冇只喎，黐捻线！咦，又系啲新特效，唔知呢个系咩意思啦？系咪中咗张 LR 嘅双人？呢张系未彩嘅，可以可以。咦，好多人，但系冇合体。有冇机会时光倒流啊？冇啊，得超红。哇，衰到咁啊，大佬！好，我哋试下下边。
咦，17、18号喎、啊，常规波应该会有其中一张嘅 LR6 嘅。诶，好啊，仲有张啱啱讲未持有嗰张。诶，两张添，仲有呢张好似都未彩。咁啊，暂时下铺个成绩已经一下超越咗上铺啦。我哋等呢个00睇个样先 ，OK， 睇熟。四个唔关事嘅人。都超好，对过狗嗰啲吓，唔睇喎，会唔会合体蓝发嘅咧？而家都系得黄发啫。诶、欸，几好，可以开路。诶、欸，即刻可以开多路啦呢只。哇，三张 LR， 下杯系好过上杯劲多。好，第三下，啊、第四下，无聊。免费抽又有比达，有冇得合体啊？有啊。点啊点啊，下杯真系 fat fat。咁第二。次三加一都抽咗下铺先，好啊，未彩嘅 ，OK OK， 好啦，继续，冇乱，冇得合体啦，诶，但系常规波喎又，诶，咩料啊？时光倒流啊！咦，真系喎，咁系咪真系搞掂啊？下边，诶，咁突然嘅，啊，真系啊！哇，下边好乸顺喎，黐线！好，咁啊，即刻。石有限啊，射翻上面先。哇，下边几靓，啱啱嗰几下魔童加天津法。疑似冇料到嘅组合。真系冇料到，黐乸线呢一张，交都费事俾，哇！又系四个唔关事嘅组合，我自己系中意大波多啲，虽然呢一代嘅大波系冇第一代咁有型，咁但系都想要。黐乸线上面真系连啲柱都冇，嗯，维斯同比鲁斯系都要分开，哇，仲得超一添，哇，上面呢个铺就系搞唔捻掂，应该合体啦，起码叫中下柱都好啊，大佬，黐线有冇个三下真系，屌你老味！
见到你又嬲。呢张都可以采埋，哇！采埋又特多只添。黐捻线公司，个铺系咪净系得呢个几比股？速速 ，OK， 速速速速速速。情况好唔乐观啊！你老味，哇！超日又系黐线上铺真系，戇鳩先抽上铺。有冇转机啊？有合体啊！唉，合体到而家唔敢太大期望，忍有中嗰只撚屌。唉，呢张好似彩鱼喎，定系揸一只啊？总极都几熟嘅喎，大佬嘅速熟。哦，你已经采药了，上铺想点啊？好彩叫做下铺顺利，而家专心上铺。啲撚線衰撚到咁撚樣喎，可以你自己抽緊咩鋪？这个 combination 会不会有转机？超三的都得，这个超男即是平时的超三，即都是得 SSR。妖妖。唔系想科金呢一页啊，喺呢度，因为为咗平时忍手咧，呢个我系冇换过嘅，而家换埋佢先。妖，又系呢啲齐人，但唔关事嘅组合。好啦，上铺仲有一下免费抽就收档。有冇转机呢？十七、十八号。哎，都系得超散。
戇鳩喎，上鋪上鋪真係戇撚鳩喎，係得呢一張可以開下路。呢張我又好似未彩，呢張我又未彩，呢張食屎啊！呢張我好似都未彩，定係已經彩咗？呢張彩咗，呢張好似都未彩。呢張仲有一突，呢張屌你老味，見都未撚見過。睇下先，呢張開多路。啊！呢張頂你個肺，呢張一突。完全唔中嘅，反而技術嗰張係咁中。呢張三突可以，係咯，呢張又係未彩，都係唔撚中。呢張又係未彩嘅，又係唔撚中。呢個係下鋪抽嘅，啊呢個零突，終於抽咗一突，呢個零突又抽唔到。黐撚線上杯，哇！多謝你有彩，多謝。呢個可以開一路下杯，黐孖筋。好望下，好煩佢播呢個歌咧，你又會話俾我聽有呢個版權。所以唔喺嗰一頁睇，頂你個肺！啊唔係，我可以。食住佢先。好，我哋睇翻呢一版。抽咗幾時啊？750啊？750好似。咁啊，一共咧下鋪係抽咗。抽200石就下铺，200石仲有几多？1张、2张、3张、4张、5张、6张、7张，黐线！我200石中咗7张 LR 下铺，系咪啊？数多次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系真系7张。上铺都有 LR 嘅，上铺抽咗200石。我咪算啱啱一共系抽咗800石，应该系，即系上铺抽咗600石，600石有几多张 LR 啊？睇下先，有一张啦，跟住3张啦，4张啦，冇啦，600石4张，有3张都系冇卵用，得一张有用，跟住仲要叫呢一张嘅。新卡但唔系限定嚟嘅，即系基本上次日都一箩箩咁嚟噶啦，跟住中一大堆陈年嘅垃圾 SSR， 黐捻线上铺真系终极揾笨。哇，已经抽到光堂 Part Two 都唔使谂，咁而家咧，呢个新年铺都未完，新年铺都忍到手唔抽，几犀利。好，咁啊，睇下打埋。啲关都唔系好想打，好多关我都未清。打下关，黑下石，睇下上铺会唔会有机会搏到，或者啊 Part Two 嘅时候再抽啦。咁希望大家咧可以有个开心嘅9周年啊！咁如果你好似我咁咧，由开 game 冇耐，即系开 game 头嗰几日已经开始玩，玩到而家咧，都仲有能力，仲有爱去科金咧，咁啊希望你可以科少啲，而又抽得中啦。好，咁呢条片咧暂时到呢度，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